嗨，各位，我是力。在这个视频 KSSMPT3 Dinggadan 2中二历史课的第一章 Gelajan Alam Melayu 马来世界王国将被讨论。在进入主题之前，本章的内容将被讨论。这是第一章的课文内容，它由四个主题组成。第一个主题是马来世界的概念，在此马来世界的概念如何通过地理、语言和文化事项给予定义将被讨论。第二个主题是马来世界王国的形成，以及第三个主题是著名的马来世界王国，在此马来世界王国如扶南、乌哥、赞巴、古吉达、刚加、三佛齐和满者伯夷王国的出现与发展将被讨论。第四个主题，马来世界王国与同一时代的外国政府，在此同一时代外国政府以及马来世界王国与他们产生的外交关系将被讨论。这是第一章马来世界王国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观看，请您把视频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同时别忘了通过订阅来支持我的频道。您的订阅是我继续制作视频的动力。